出门见喜，今天又有结婚的，这边应该是南方的，一会儿应该就放炮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现在上早市买点东西去，早餐，或者菜啥的，看看溜达溜达。南山找事儿，哇，没有呢。哎，今天怎么没有开啊？这家没有啊？那不行，咱俩去吃点包子和那什么吧。行。那个早餐店，豆浆、茶叶蛋也挺好。嗯，吃这个吗？行啊，没来过。那就吃点这个也行。嗯。哎呀，这味道好鲜美。来点那个干豆腐丝，那个好吃。这个。对。有点甜，我给你蘸点。嗯，再来点蒜茄子。哪有蒜茄子？就是蒜茄子嘛。蒜茄子咸吧。少来点。来一根。少来一点。一根行吗？行，够了。哎呀，尝尝这个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去找那种挑碎的。这个碎。那个碎。这个。对。可是它是白色的。那个行，没事儿，这个给我。你要一个，你挑一个的。喜欢这个红色的，那你就吃那个。再来俩包子啥的，还有都有啥馅儿的？牛肉的、猪肉的、梅干菜肉的、酸菜肉的。我俩拿那是啥？你俩拿的是牛肉的。哦。我喝不了，要咱俩要一碗粥就没事儿，你喝不了给我。你能喝两碗粥？这还稀溜的，全是水儿，这玩意儿。那也喝不了。喝了了，你看，嗯，还可以。早上吃点小咸菜还挺好的。嗯，包子。小点口。嗯、还行，挺好吃的。对，但是它不是咱俩想的那种汤包。嗯、我还以为是那种南京灌汤包呢。咱这没有。嗯，刚才老板说，咱临口县都没有。是吗？嗯。开一家吧，小地方太小了。嗯，再来俩牛肉吧。行，就这个我能自己我能吃五个，就这包子。真假？我吃两个就吃饱了。不知道男生的饭量吗？那你多喝点粥吧。粥扒皮妹妹啊，你是？来吧。好吃吗？一口就干掉了。慢点烫，吃的也太香了，要那种感觉。嗯，半拉包子，一口干了，挺好吃的，跟灌汤小笼包一样的味道。你这不吃啊？嗯，不吃了，你吃吧。妈，这不都给我用吗？看你的架势，怕你不够。哎，别整衣服上啊！喝点粥，慢慢吃。美味。我还想吃。你真要两个呗？但我还怕吃多了有点撑的，难受啊。然后再来俩。行。那我就吃六个了。真能吃。再来两个牛肉包。再来俩。就一个了。全让你吃没了。那个牛肉蒸饺尝尝呗。行。就剩这一个了。老板家牛肉包全让他干没了。人还有下一屉呢，你别说的那么夸张。好了吗？这回。能好多了。吃要吃也能吃。还有一半吃。你这老整一点一点给我。哎呀哎呀。这个没有那个刚才那好吃。对呀、啊，它是猪肉好像。嗯，它蒸饺。嗯。没有那包子好吃。你那粥还能喝了吗？你不行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半吧，我给你帮你消化一半。好、哦。你这是全给我了。我喝一口就行。真会，看吗？又都给我了。
这吃完饭了，又来修理厂把车换机油，这都好长时间没来换了，正好带胖宇过来溜达溜达。